学堂。救命啊，金宝宝，我受伤了！腿正，向左，右，向前出发吧！哎呦，糟糕，脱力开得太大了，金宝！啊，糟糕糟糕！朋友们，你们看，面包超人和细菌小子都把车车开坏了，这需要维修啊！有了，去找维修工晶晶姐姐帮忙吧。嘿呦嘿，晶晶姐姐，快快快！面包超人的飞机还有细菌小子的机器人都需要你帮忙维修。金宝，你说什么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那我们一个一个来。先把面包超人的飞机零件全部放过来吧。面包超人，快上来试试吧！展示时间到，启动！呜，向这边！哈，怎么样？我是金宝，今天我约了好朋友面包超人还有细菌小子来家里玩。对了对了，在他们来之前，我准备了他们超级喜欢的玩具哦。蹦蹦，现在就等面包超人和细菌小子来了。哇，他们到了！嘿呦嘿呦嘿呦，嗨，金宝，早上好。今天有什么好玩的？我们一起来玩吧。当然有啦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哇，是我超级喜欢的飞机，那我也要坐上去试试。打开盖子，我要来喽！所有的开关全部启动，加到最快的速度吧。救命啊，金宝，我受伤了。嘿呦嘿，嘿呦！哇，朋友们，这个机器人也太酷了吧！所有的机关全部打开，看看你的超级能量吧！变身，腿正，向左，右，向前出发吧！哎呦，糟糕，脱力开得太大了，金宝！啊，糟糕糟糕！朋友们，你们看，面包超人和细菌小子都把车车开坏了，这需要维修啊！有了，去找维修工晶晶姐姐帮忙吧。嘿，朋友们，我的维修部马上就要建成了。红色的积木，上面搭一层绿色的，再来黄色的，还有蓝色的积木。一边搭建好了，另外一个用绿色的来打底，黄色、红色、蓝色，分开装上维修台吧。OK。有，哦，太宽了，来高一点。哇哈！朋友们，我的维修台已经装成功了。谁要来维修？谁要来维修啊？嘿呦嘿，晶晶姐姐，快快快！面包超人的飞机还有细菌小子的机器人都需要你帮忙维修。金宝，你说什么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那我们一个一个来。先把面包超人的飞机零件全部放过来吧。根据我的判断，首先我们要把面包超人的机身安装好。不错不错，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飞机的小翅膀机翼的部分，红色的安装在这里。这里的孔位呢，我们用螺丝来固定。拿出我的工具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道理哦。
个螺丝，一个轮胎。我知道啦，把轮胎也装好吧。OK。轮胎在这里，螺丝固定。成功，最后一个螺丝固定面包超人的座椅。面包超人，快上来试试吧。哦，有了，让这个飞机变成电动飞机，翻转，放进电池。朋友们，面包超人展示时间到，启动。呜，向这边，哈，怎么样？再来吧。面包超人已经组装成功，接下来就是机器人的环节咯，动手。细菌小子机器人组装成功，哈哈，试着动一动吧。哇，不错不错，机器人果然是非常炫酷的，除了脑袋好像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动起来哟。喂，哇哦，我很满意，我很满意。朋友们，今天的维修任务就到这里啦。你们更喜欢面包超人飞机，还是喜欢细菌小子的机器人呢？留言告诉我吧。最后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多多的留言你们最喜欢的玩具哦。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